街头服装这个曾经一度被明确定义为由大幅图案 T 恤、宽松剪裁和运动鞋组成的令人讨厌的服饰风格，现在是一个非常难以确定的词汇。近年来，街头服装已经远离了街道，走上了天桥。实际上，街头服装现在有了更广泛的定义，它涵盖了嘻哈倾向的传统基因、时尚高阶的新鲜设计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，我与一台以及无限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潮牌早已远离了街道，走上了天桥。